下一位 Sammy，这是来自香港的朋友，然后每年都很热情的专程搭飞机来台湾参加 Cost Cup 这样子，嘿，但是我们很期待可以拔到他的插头这样，看来是不会啊，这次很顺利。大家好，我懂，没今天事。我会说易经卜。用 Skype 找 Monyi。我是 Sammy。Polong World 2D C Sammy Phone。Last year I speak in English。今天我来用我的三个四个语跟大家说，听不懂，不要紧，大家看着吧。从2008年开始，我喜欢听易经的歌，他的网站也很美，有 Monzi，有互动，有招聘宝。还有他的 Guestbook 和小黑板，可是没有 iOS，这张怎么追看啊？要天天走进去吗？所以开发者用开发者的方式来指出问题，所以用 Python 和那个 Scapy。我想先找已知的小黑板，因为它是使用 HTML5，所以先找出 correct URL，然后看 HTML 找出已经的小黑板，再用 Scapy Cell 找这个 page，试试找想要的 content，然后就是一个 small procedure。就是这样便可以我投 collect your website information and content，yeah 谢谢大家。